联盟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快马过来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呜呼！你咋的呀？这叫打俺老子的算账！这不行啊，这有点厉害，穴位。哎呦我，没事，小炮没有闪现了，把小炮杀了。点啥呀？点呢？这有啥好点的呀？这，哎，这啥意思？算了。电刑小炮，你这不死了吗？你往上面走，你不死啊，兄弟。致命点呀。哎，一级一技能冷却时间太长了。以前猴一级一技能好像都没有10秒这么多吧。感觉能 A 着 ，A 不着。一会儿他吃个药，我还得交个闪，不合适。打你，你有脾气啊？可以，打吧。这老小兵还跟我打，WAEA 漂亮。这小绿人没点盐吗？靠，小绿人居然没点盐，没点盐，我交什么闪现呢？我怕他点盐我。佛了。抽一下 W 平 A 平 A 得了，他要不来的话我估计他死了，他来了反而死不了了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，本来是死了的，他不应该往这儿走，他应该在这里等，你知道吗？让他推也推不到墙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塔下是必杀他的，我不可能让他在塔下活。控好兵线，
哎，我怎么打小兵了呢？另教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这不是点烟不套好了？哎呀，这不是点烟不套还能省一个，还能省一个下部人。再死一层吧，这小炮算是那啥了啊，算是崩了。好像挂机了啊，出来了，出来的挺慢的，还买耀光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崩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崩了还买耀光。我看看这耀光能出出来什么玩意儿。分离者，非得跟我打一波。一看这是有点不服气呀。查个眼儿，别让他吃兵。我又来骂你了，谁呀？你呀？那你可以试一试。住口！无耻老贼！小炮五级，我们八级，一会儿我们九级，他五级。岩雀挺有意思的，还是个艾克。哇，这艾克有点东西了。这个小走位惊了我呀。小炮人呢？不会去打石头人去了吧？我觉得艾克这个英雄应该学一学。这个起来这有点无解，稍微卡萨丁可能都不好使。现在这种起来就无敌的英雄，你就得让他前期特别弱，你知道吧？
现在前期还是有点懵。小炮应该是挂机了，据我的推断啊，我们推吧。他不挂机，他也没法玩了。那我们就推吧，既然他挂机了。我的天哪，大波浪较大，我闪现到下面了啊。个卢仙，好你个卢仙，关键这小驴人被动带减速的挺烦人。你俩杀我就算了，还要推我上塔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？你俩给我杀了，其实咱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杀一回就杀一回，那也都无所谓。那推我上塔是什么意思呢？别走啊！俩人别走了。小驴人嘞，不行，打不过。哎呦我卢仙，嚯，这家伙，卢，快点，艾克，快过来，艾克。怎么这么快吗？这出枪速度，给我打死他！气死我了，这顿跑啊，我就搞个红吧。这卢仙跟这辣美等级挺高的，俩人一个八级一个九级，我们才十级，我卡了那么长时间兵线啊，我才十级。给我找到这卢仙，我真的生气了。不想用大杀的岩雀，我想用大杀的小驴人，给我追他。那 AD 干啥呢？那 AD 呀，你下去包他呀！他搁下面呢，我搁上面，俺俩把他杀了呀！这 ADC 太他妈气人了，我操！
这卢仙哪那么装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呢。啊，这卢仙啊，还这小鱼人，我不杀你，你自己来是吧？那小绿人就搁底下呢，一顿点信号，哎，不听就要回家，他怎么他能把你秒了？这里是有眼儿吗？没有眼儿啊！刚才我进去那一瞬间就让他给我抠起来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太狂了，这卢仙！这又是你俩，就闪是吧？拉倒吧，那就算了。既然你都空大了，那我们就算了。哎，真的，我不把你这小绿人尾巴给你揪了，你看着。我一个有闪现的猴，他敢如此狂妄，我不明白他狂什么。怪不得那下路不行，哎，你其实是有点傻。你滚蛋吧，你可别跟我搁一块儿，我瞅着你就烦。今天基地可以不爆炸，卢仙跟小绿人必须得死。中路我就不去了，别让我逮着这卢仙。卢仙给我杀！烧啊，上来呀，烧都不烧，哎呀，简直了，连烧都不烧一下子呢。